开稿，是不是？后边同志们，往前站一站，下面是设置的时间，那我们接着造起来。第一首歌，无法看清。
开心啊！今天是魏无忧成都过生日，让大家一起聚在一起开这个 party， 希望每个人玩得开心，好吧？真不巧，你喜欢样子，对，你喜欢样子，我都没有。
今天我尽量保持要少说话少讲话，因为后面还有两支非常优秀的乐队，尤其今天的陈哥的舞友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大家呢虽然要保持点体力等到最后，但是也现在也没有必要并那个累死你们体力。下面这首歌的名字叫做《量子纠缠》。
他的名字叫做边缘。其实当时想好了五副，陈哥给他输哭了，但是我发现时间有限啊，一会儿都在酒里了，就这样，大家一起喊一声，陈哥生日。OK， 再来一次啊，陈哥生日。OK， 今天是我们赫兹的时间最后一首歌，边缘送给你们。下次再见，下次再见。